刚刚说话，他的女儿要被这个人杀了，他的妈妈跟用电话来看。他妈妈知道他的儿子已经要被这个男的杀了，但是这个等一下后面，这是已经最后面的，后面才是个也是个大重点。我们台中市、彰化市、丰原市，全部都是我一直在。YouTube 放出去的，他们这一家庭中变态到底，外加上他们变态就好了嘛，而且他们又往另外一方面，法院也在哪里？法院中每一笔退休俸，外加上每一天的现行犯保证金，再夸张的。这三个银行，他们也卷入在，他们不是卷入，他们自己把这三个银行，我不太能去了解他们的心态在哪里了。但是这个套房，这个代办人长得非常斯文，而且他的家庭人员都是180公分。这个是台中市的群建。71台，这最后面的一个画面，全部都是有关网友被这个人给控制，或是被两个算是骇客了。原来车子还来表演声音，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算是个偷看骇客。我本人说，他们已经不可能跟他们不可能在一起了，因为他们拿我们中华民国法院的钱，什么的钱他们都拿了。他们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变态骇客。美国的电影哦，美国电影已经可能是跟 CXI 或是FBI 在一起，FBI 在一起，或是 CXI 在一起，我妈妈耳朵里面哦，是有人跟她我妈妈聊天当中，等于就是这部电影一模一样。隔壁这个啊，人都住着在里面，不用缴房租费。这边6楼、4楼都是一样，这边的管理人员都是骇客，加上赚钱杀人，只是一个重点而已哦，只是单单一个重点。为什么重点呢？他们敢拿我们法院中每天下午5点半这笔钱，而且是我上面写的钱最重要，而且他们不知道给了什么样的人。